我觉得这个今天的电视证监会，大家都非常的瞩目。当然，我们希望稍后大家能够透过他们两位清楚的论述，看到对未来谁带领国家是人民最正确的选择。所以，我也希望我们能够累积过去执政的经验，以及过去我们所得到的正确跟需要改进的地方，我们都把它很清楚的向人民表示。我们所有的党公职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他们都维持了我所要求的基本的这样的一个态度。选举初选到了最后的这几天，今天的政见会以及下礼拜的民调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，我们个别的党公职人员都非常心中有焦虑，也心有所属，个别意见的表示没有办法来做如何的限制，但是至少我们现在没有看到是集体的运作，集体大规模的运作。我想这个基于党务的中立，跟我们未来在初选结束之后进行下一阶段的党内的团结，绝对是有助益。那么把我们治国蓝图跟所有的报告，也能够赢得所有的支持，让我能够代表民进党。目前这个是最重要的。院长会谢谢。啊？会紧张，昨天好像还看到你就是有偷偷找幕僚一起面试，就是有那个本来都是必要的程序，平常心，做好准备，希望有好表现。好，那就谢谢哦，好，谢谢。然后我们已经准备好跟自己的前行政院长面对你。哦，今天是发表会嘛，哈，这里我们对于国政的想法。好，今天连这个郑文灿都出来帮您说话，帮您拉票，帮您支持。那对您来讲，是对选情更稳定。那我们当然非常感谢他们的支持。那我们也希望在我们的初选的过程中，我们能够把自己对这个国家的主张做到最好。那也做出我们的最大的价值，让我们的党内的同志们，就是我们的朋友，都觉得最有好。谢谢大家啊！这是我的习惯，谢谢。好，谢谢总统。谢谢总统。